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为啥要靠嘴吃饭呢？靠嘴吃饭，靠胃消化呀。不然呢？你不是靠嘴吃饭吗？反正我是靠嘴吃饭。谢谢袁哥。啊，谁是余淮？那谁是余淮？是叫余淮的人是余淮呗，我又不是余淮。叫余淮的人是余淮。谢谢神仙手，好看，靠脸吃饭。我说我靠脸吃饭，明明靠嘴吃饭。像夜那么黑，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，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。曾相爱那么真，共白却成。你是靠帅吃饭，每个作品学的那么像，这丫头要多丰富一下直播内容。后来的我们看一博呀，怎么瘦了呢？怎么瘦了呢？没好好吃饭，没好好吃饭，所以瘦了。欢迎为你我乖了，这辈子没机会了。哎。欢迎白泽，欢迎。哇，这么漂亮！哇，你这么会说话吗？欢迎德行天下，欢迎，欢迎游子一枚，欢迎，欢迎五哥，欢迎，越长越好看了，欢迎小流氓，谢谢白泽，谢谢。这牙长得好看，长得长，短的短。走到每个梦，每一道门，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。曾相爱那么真，共白却成，曾无人的称叹。八加一多了，睡觉。八加一多了，八加一多了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属兔的？我属鼠啊，我不属兔啊。欢迎没条件美女，有对象吗？你猜。原来在这里直播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好漂亮的小姐姐。九点多了啊，八加一多了，所以叫九点多了。你在鹿城见过我？没去过鹿城呢。今天终于当榜一了，猪猪男孩终于当榜一了。开往早晨的午夜，干嘛要删除我的微信呢？干嘛要删除你的微信？我就没加你啊，就没加过你，我就没加过你，怎么要删除你的微信啊？在重庆解放碑见过你，真的假的？什么时候？谢陈 QQ。 看你两年了，笑得太甜了。